这是孙雄的妖魔灰。有浓烈的灰蓬，这是他的第三次威慑，要再失败，放心，有敬天宗的剑气再次走的，不用怕。是讲，怎样有真浓重的灰蓬味？让宋辉过来，宋辉，什么时候了？谁要宋辉过来？宋一郎也无清楚，我看这灰金方又无隐踪，就该收了。贵师，一龙来路，众人准备。最后的警告，老在中原。就留下性命。无机会就能死。所以杀一国之动，一国之变，流行革命，口口心心，五种混转，体力流行。是。亚麻会会议便是残酷，死亡必经的残酷。一粒红山的灰毒，果然难动难红，烈火中修成，铁人渐渐流行，必将连铁剑的气力融融。一龙有铁剑的气力吗？你的鼻涕不流流，轰动声。最简单的动作，最直接的反击，威逼之招，连杀一人，三尊者开始心慌了。一连八剑的气力拢无，三五零六一招断袖穿骨，更见军心动摇，主公者出手平攻，剑气在三尺之外游走。又何会对方体力？流行革命，曲感相感激痛，含情黑暗的世界。威望修复，朝廷的会议是闭口，是失去太阳的光辉。你目睭已经失明了，虽然你曾经混过关，但东营的人实在酷。啊！小可爱，
你将人徛约十分的困难。这个流星巨子剑幻，流星剑妙，名为巨子。你的根青，你中毒了，将我插手惊天中之术，将我帮助东瀛一怒，以是哪里得罪人了？东瀛及秦穆林，一怒人人得之提之，并令这环境论误计决定，要苏之令继续如此，又熬死人。哇！心意同流，龙魂之将，绝杀无情，高剑剑锤不退亡。严重。每枪虽弱，体力急速流失，过于激动，两眼无神，却又不是胆战毒素。我想将你带至安全的所在。哟，连走路甲讲话气力拢无了。体力恢复了吗？勉强。此次暂时安全，敬天中西吗？